欠着你买坐，这间厝永远是你的，为你留一打灯火，我暗嘛拢无关系。不甘看你亲像孤鸟伊伫飞，外面若受伤，着转来歇一下。若是你有满腹委屈，无人通讲话，我会伫这展开双手，为你干巴地。我会永远爱你，永远伫我心底。不管窗我风风雨雨，犹在一起做，因为你是我心爱的。陪伴你笑过哭过，面对人生所有的一切，是你永远的家。你是真正想要死哦！宿舍内底几百个人安尼，住上久，所以上不是我。不是为着我，啊无是为着别个查甫人。豆豆来，你是要养谁啊？阿芳啊，这你的囡仔哦？嘿啊，阿姨到底是啥背景啊？张妈妈吼，才无可能从凊彩刷房间啊，尤其吼是这间。可了安怎？普通啊，无讲许话，一天睏无三点钟。等毕业考考煞，就较轻松啦。若是袂晓的，会当问我。好啊。多谢。袂啦，你莫安尼啦，你互我拜托一下好无？你莫互我拜托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让你面子哦，我让你直接走哦，你唔通有甲伊痛派哦。哎呦，啊林志玲哟，你是要我搬去倒啊？嘿，你的代志啦，家己做起来，家己去想办法啦。透早就冤家是啥物代志啊？伊已经结婚啊啦，嘛已经有囝啦。啊，就是有困难，才会来住宿舍。我谁会甘愿放翁放囝，家己孤单一个住伫个遮？哦，你实在真唔敢介绍呢哈，啊，我敢提翁提囝出来安尼找讲，拢袂歹势你啊，好咱袂同情你诶。啊，是谁一头在吵来吵去啊？我这阵同消息拢袂，
困哦。屁事拢是拍拍了了。走啦你啊，走啦！我好些差分，那毛没困哦。张妈妈，那你真会多。阿姊，你起来倒糟糕了！你若开嘴哦，咱妈妈一定会听。凭什么？阿罗尼的代志吼，你莫插吧。那叫是讲吼，做好人，人就会欢喜啦。你甲迄个徐俊龙，毋是同款有囡仔？恁老爸吼，足好嘴呢，拢无去种着。向你靠！来来来，阿婆。阿良，他有当遐尼好命啦，囡仔是我的。囡仔老爸真好嘴，毋是就咧讲徐俊龙。我哪哦，早无去啊。鬼洞的人，大家通宵拢免困呀！你上大声，拢你上大！起起啦！阿公笑死啦！我当然是好阿妹啦。我跟你讲啦，人若是爱你走吼，用死的用哭拢无效啦。拜托啦，求求你帮我求情，求什么嘛？好啦，阿妈，你无效，阿妈先叫你求情，求情要到什么啦？拜托啦，你好好求我啦，我你先去困啦，我腿也无困啦。阿婆，你阿姨走啦，弄掉啦！哎哎哎！你讲，来好啊，我即摆会当困啦。啊，走啦！好死死嘛，走啊走啦！好，你面子，你歪面子。是我老了吗？走走走走走走。后背哦，后浪起来，靠你后啦！啊，好走好走，刷！去上班去上班，去困啊去困啊，去补眠啊！大家拢安尼。无差人的命呀！这结婚吼，是阮翁甲我嫁的啦。我拄到伊迄年吼，19岁。囡仔拢是伊的哦。我最幸福的吼，就是迄几年啊啦，啊结果嘞，一风台天啦，八悬八低，啊连一条锁拢无拔，人是起厝赚大钱吼，我干那赚着一块蒙牌。啊，大家轻轻2万块要交阮翁办后事的钱，阮大家说要摕给阮小姐做生理啦，我规气个钱吼，拢总开开做我走。啊，囡仔嘞？囡仔就放阮大家饲啊，我家己逍遥过日子。囡仔应该对妈妈，因拢袂惯谈你哦、喔。啊，你讲嘞？你趁钱，毋是就是想要甲囡仔接转来？阿良，这几年吼，走表较骨力啦，
伊若是有时间吼，就会甲因再来台北。张妈妈知影吧？张妈妈，张妈妈比你这个戆呆的吼，佫较捌人情世事啦。我知道你的秘密啦，你吼袂晓食薰啦。免去啊啦，明仔载又乱去啊！阿，你是要跟我讲啥？这个法拍吼，收摊啦。要不一挂行李啊，啊一挂行王强啊，还佫利息啦。暗来找去吼，嘛剩无偌济啊。啊！你逐摆吼，拢买物件听我的囝啦。啊！你家己的咧？一家朋友饲啊，是免来去甲看。理由聊聊啦。我这做老爸，因厝衰都拿不起，有什么资格去看？赚定杯吼，后盖会赚搁较济吼。你比土地吼，也算我一份啦。来，这利息是我的。蓝山的吼，我无爱啦。我跟你讲啊，等这条谈起来，我来带你去日本，去看富士山。嗯。再来去富士山嘛，啊，过来香根洗温泉。你敢有看过温泉顶面拢是富士顶个？有看过无？一支嘴好累累啦，搁出国咧。有影会开放啦，一开放，头一班飞轮机，我来带你去。啊，明明就足香的啊！卖头翁啦，我等下讲头翁，给我弄。哦，袂啦袂啦，唔只好物件吼，一定是阿芳的。阿姨点讲吼，没关系啊，阿玲拢大家做伙用啊，没关系。
我来外卖。是讲，因都敢那就好行的呢，用的物件拢敢那无同款。啊，不过伊就烦的，但不时拢安尼问东问西，不过人拢无想要甲伊做伙。飞碟就在你身边，哎，阿姨刚没是张妈妈调羹派来看咱平常时咧做啥？对哦，有可能哎，啊，袂阿下家己，张妈妈哪会知影？一定是狗，敢有这歹心？想知影？其实我嘛无爱教我功课，袂输我读册毕业拢是伊的功劳，就是妈讲。大家爱看爱情小说，你拢看不起。嗯，几斤斤？呀，不要紧啊，你大家做伙用，没关系，你们都一起用哈，没关系啦。这个不是我的啊。洗衫洗到湿，会袂记洗洗。阮两个又讲洗洗衫会是你的，歹势我湿会袂记洗。这就不是我的啊。大家来献唱一首好听的歌曲，《过路的愿望》。来来来，不慌。来好来好来。一杯酒，吃着门无餐的残障阿伯啊，人在讲繁华都市，台北对倒去。阮就是无意外。可怜的女儿，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。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。来，这唱那真幼咪咪啦，来金姐金姐，是去看你的豆芽菜好啊！不要紧啊，恁大家做伙用啊，没关系，你们都一起用哈。秀卿啊，阿是领偌济？这是我的秘密咧，我有啥物要甲你讲？就看一个啦。啊，咱即阵啊，斗阵加遐尔济班，这加班费哪会遮少啦？阿官啊，你加班费偌济啊？
会计爱高中毕业的，应该袂唔对啦。对啦。啊，而且哦，我这个月本来加班就较侪，钱嘛也较侪，应该啊。啊，恁无咧做事，看钱是要从啥？佮看哦，钱嘛袂变较侪啦，紧做事啦，啊。你是不是头暗看阮的加班费哈？这金额吼有问题啦。你是在讲什么笑话啦？你一个月领无三千块，你抓准的加班费会偌济钱啦？全部的人拢无讲话，干了你一人伫遐哀哀叫。你即摆是在侮辱谁啊？唔捌字佫兼无卫生。你是在讲啥无卫生哈？若是检讨一阵五年吼，我绝对袂准拄刷哦。上好甲你妹讲清楚啦。阁有啥物人对加班费有问题啊？若无注册就是无问题哦。歹势啊！我来去找厂长啦。进去做事啦。阿峰啊，爱加油哦！莫甲伊共款，小查某。车到好势，你也是要放送钱？放的遐轻啊！哦，阁是豆芽菜，哎、欸欸，你这高粱兄弟遐厉害，你到底是啥物啊？豆芽菜？哦，欸、这无重要啦，我比你嘞，那去找厂长都无当来，无你看唔着嘞，较早经理夹头毛。伊算伊两个嘴皮，我才拢做。我算过啊，顶个月做28天，逐工超过10点钟，结果工时唔对，经验嘛唔对。即摆讲这要创啥啦？有钱大家就赚就好啊，逐遍拢免弄这无的无的。恁大家真正拢安尼想哦？真正要滴点点？哎、欸，巴兰还较胖呢，啊？哎呀，你家欺负我，这是我的专利呢。哎、欸，我讲生笑的啦。不过巴兰真的较胖啦。哎、欸，屁客是啥物味啊？你甲讲一下。我在家里不用洗衣服哎，撒不稳，睡啥混？谁知道什么味道啊？尴尬，啊！明仔载替大家把鸟车送出来。这样好，敢有可能？啊！要互人欺负哦，是共人欺负，迄拢是你家己定的啦。我才袂共人去互欺负。哎，唔卖用啊！唔知谁的啊？是我的啊，阿玲夫的啦，唔免客气啊，你嘛会使用啊。我好厉害是啊，啊又该安怎？哪会当紧？啥文？洗啥粉？你要做倒一个？嗯，啊，你这个人嘛真奇怪呢，好好啊人唔做，做啥物撒文洗衫粉啊？要做吼，当然嘛是爱做好业人，
不管是杀蚊还是洗衫粉，拢总给买起来。啊，请洗衫来洗，安尼唔才对哦。啊，是不是？到了。这无哪好势，你看。嘿吼，多一个小偷要把咱的钱夹去吼，迄用卡头尾想嘛知啦。我爱摕我的记录来去讲枪手买回。是要找啥物人买回啦？郑志英、胡建宏，对我行。其他的人若是想要辞职的吼，也对我行。你阁会记住无？迄、那个士官长，有一摆你买冬瓜转来，结果伊气到叫全连拢卖食咧。当然袂记，迄士官长绝对有问题啊。嗯。伊硬要跟我乌钱，跟我买上俗菜互大家食。讲嘛，这乌钱这种代志，奈当我袂讲啦。阮来遮吼是要甲厂长讲话啦，唔是来遮听恁两个冷笑话啦。你唔捌啦，我甲阮班长咧做兵的时偌好咧，帽仔内裤拢换咧穿咧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是厂长无爱出来，我就报案，讲工对我伪造文书，偷改工人的工时，吃工人的薪水。你是黑白讲啥啦？啊，一个女工哪会捌啥物叫做伪造文书啦？刑法第210条，变造、伪造私文书，损害公众或是他人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我有警告鲁叔，你那是不爱信，内面要问加班费哦，我就请鲁叔来跟你讲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在讲啥？工厂给恁饲，给恁一碗饭，环境袂歹啊呢。即摆要叫什么律师？真正是无礼貌，佫唔知影尊重。阮班长是甚物资历？再有材料坐经理这个位呢？你一个女工是捌啥？阮咧做兵的时，若唔是阮班长，人巧反应紧，早就被连长抄死啊。工厂给恁加班，那是加赚的啦。我甲经理说多声，佫甲你遮大细声。讲啊！连厂长哦，拢爱我全权负责。你是咧靠我啥？对啊，你是咧靠我啥？卖动作，今日你知影法律啦。靠人的加班费都爱犯规哦，骗笑的，那是业务侵占啦。侵占别人伫咧业务上的物件，再会去判1年以上、7年以下有期徒刑啦。啊，恁经理够侵占咩薪水？无嘛。啊，若算唔着，顶上一届就好啊。啊，是要怪啥？是要怪啥啦？我都唔相信哦，谁敢甲阮班长怪啊？对不？安尼，咱也无算唔着，免惊伊，叫律师、叫法官来嘛，共款啦，吼。好好好好好好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加回见吼，搁重算一摆啦。若是真正唔对吼，较保护大家啦。安尼好无？那唔对，迄嘛是回见算唔对啦，知无啦？好啦。啊，毋过吼，郑志英，你歹鬼带头，你搁厂里乌白讲啥？我袂当留你啊。把我看看来转去。林总嘛，才无咧稀罕啦，啊，唔去看卖生做啥物太高兴。你吼上好是去用关个洗衫布。你讲啥物话啊？你讲啥？讲啥？再讲一届啊！好歹哪会走啊？素质就歹，伊捌如果兼无卫生，来啦。哎呦！哎呀，娘啊！真正多谢你呢，虽然啊，这无偌济钱，不过你安尼去给乱借哦，我想经理哦，以后一定唔敢阁讹咱的钱啊啦。家己的啦，客气啥？唔知是谁吼，伫经理的面头一年输啊样啦。哦，是咱哦，咱拢是甲无头路的输啦。啊，换头路尔，毋是咧死啊个，伫遐要靠咩呢？有够无路用的啦。你今仔日吼，若是无为这项哦，过几工哦，你嘛也是为着别项啦。为着你也做无偌久啊。我嘛是恁害的啦。阮害的。好啊，你莫讲我无意思。
今仔日我请你。啊！哎呦！不要不要！惊死人！我是有听唔到无？你要请我？你遐尼可着，还是要挂你的牌哦？哇！我甲你耳孔清净。哎呀！我请。大家喊你哦，这么欢喜的庆祝，对不？我请，一托啊，算我的。看样子今天要比赛请客是吧？啊，那这样好了，今年呢，主菜算我的。上班呀！上班！上班呀！你爱花姐。阿福小姐，你真厉害嘞！今天你哦，你的功劳上大啦！你大家唔知啊，那不是阿红小姐啊，提起这个伪造文书啊，爱皇冠的代志啊，我还佫想无报，变阿替恁家钱拗转来嘞。社会事我捌透透，法律我都无了解啊，我拢话袂讲的，我是配合你。就是讲哦，阿阮阿英头脑保袂住，即卡怨叹。嗯，啊，我都无咧怨叹，是怨叹啥？是好爸心里。红酒啊。哎，你遐厉害哦，法律你嘛捌咯？哎，你是不是偷偷啊读册啊？啊，甲美官同款，他也无好心。哎，下个月开始就唔是啊。我已经通过毕业考。啊！我是上这节课的，太赞了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恭喜！遐你有才情哦，咱宿舍第二个高中生啦。第二个，啊，恁第一个什么人啊？有啦，阿芳啊，你应该有读高中吼，搁知影摕法律出好经历嘞。哎，来啦，头一个高中生嘛较紧张啦，来。好嘞。我们也唔知啊。高中。哦，原来你个高中生哦，哦，我怪谁法律。阿芳啊，啊你嘛真袂晓做人嘞，来宿舍遐尼久也袂晓来甲阮这姊妹爱笑一下嘞。你吼爱喝一杯啦。哦。免啦，你今日大公神嘞，一只杯哦，我替你打。来。免啦。我家己来。那好，我来干你酒哎！哇，美吧！我跟你大家讲哦，我齐俊良总有一天一定会带阮家的阿英。安怎？唉，去富士山嘛。嘉玲哥，谢文总，我请上一众啊。免你遐笑想啦！哎呀，我当初够有名啦！你是我的，那你有名吗？你还没领表呢？进来！小刚，你俩怎么才来啊？肚子饿不饿？我给你切点猪头肉。哎，长官，我觉得你对我们张妈妈特别好哦。啊？你喜欢她哦？谁？
长官，多谢人家导官娘，起码有肉。哎呀，乱讲乱讲。哎呀，我姐好幸运。哇，我感受起来。好了，那我先来等哈。好，早点休息吧。好。好佳哉吼，头拄仔迄杯家己啉落去啦。啊，若无即摊吼，就是你来请啦。今日困啊。不是讲要带我去观鸟啊？真？等下啦，这个一定爱你出面啊！又搁甲我骗啊吼！刚刚人家我真钱拢无哟。这点嘛讲好势哦，看你要吃啥做你点啊！齐贤，你来啊！哎，林秘书。朱大叔，齐贤你来啊！哟，阿陶秘书在来无啊？哇！可怜啊哦，朱大叔今日要死，今日不爱甲合作嘞。哪会啦？正良啊，哦，又正了哦，消息有够灵通，顶下迄个法派真正袂出去啊，太袂少哦。哎呦，今仔煞连秘书也出来啊，伊毋是我的秘书啦，伊是我的金主兼福星，到底呢？哦，欢迎欢迎欢迎！你顶一届迄个法拍啊，大家事先拢无看好咧。你两行开的啊，迄件代志你上清楚嘛，对无？哈哈，敢那伊听我啦，佮投资我，迄条我才赚得着。所以今仔日哦，要讲一块新的土地的代志，我一定要带我福清来。好啊。啊，关于即款细节的部分。咱是不是来得小参详一下？请，稍等我一下。请小姐。啊，多谢多谢。请您坐。哦，多谢您。小姐，啊，请问一下吼，啊，你坐伫遮是无影响啊？接电话啊？接电话哦？是啊，啊，你就会使赚钱啊？大叔常常无伫个，大细项代志拢我爱替伊处理，有当时啊，伫个内底接电话比伫外口走搁较重要嘞。
你好。哦，无啦，你卡唔叫我卡啦。哎，现在电话在讲调调。找新局的啦，爱都去上班啦。啊，刚接你电话边啊，唔知叫什么意思。我啊吼，即摆伫咧做工搞，啊，介绍买卖厝啦。我刚才只要等电话吼，就有钱通好赚了。嗯，那有这样好康呢？我前几天啊，对阿亮去迄个台视事务所，因有厝要卖啦。啊，无想到讲吼，我以前去个店主唱的唱，又想要买厝。我才两通电话去尔，三天就牵成啊，有一万块的中人钱呢。哦，拜托，看以后我做三个月女工。迄拢有去有去啦，有定定有诶啦。有啦，阿亮讲吼，即马四个拢嘛开始建设啊。啊，有上好。哎呦，腰弯那水啊嘞啊！今仔是安怎？你去做外青啊了？无啦，我今仔要去八马补习班啊。以后下班吼，我就要来学唱歌。哎呦，水嘞！练唱歌都要请假呢哦，刚刚闹死大了。阿婆，你请来要做老师？来啦，做女工的辛苦无人知，有别行出团哦，都进去。你这句话是倒位来？你妈妈的啊？哎，真的假的？你这不老实。哎，小姐，哎，我就看家哈，啊，今晚要开始戏了呢，哈，好。老夏。啊，没。啊，你翕相，那你面闹面臭，有咧想啥？你敢有想要先结婚，才出国去读册？我即马哪有心情想遐？我感觉甲宿舍的人还是无好多做朋友。伊是去做研究的，唔是去做朋友的呢。若是教授吼，嘛一定安尼甲你讲啊。那何里紧？撒文洗撒混，得要倒一个。我无洗过衫，我哪会知？就是啊，你又没有洗过衣服，你怎么会知道肥皂好洗却不香，洗衣粉很香却又会咬手？到底哪一个才是女工心里想要的？哪一个才是他们的生活必需品？他们国中毕业就离乡背井，赚钱养整个家子的辛酸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心情真的很不好哦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压力这么大，阿玲奶要讲啦。认真做好人，算好大家讨厌，真的很讨厌哎。会顺利的，你遐认真，因一定甲你接受啊。赶紧把研究做好完，哈。嗯。头家，我这只，阿我顶盖有来啊，顶盖。哦，谢谢。阿你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哎，阿你是当时要洗头路啊？哈。啊，高中哦，拢毕业啊，搁嫌工厂无前途，找无啦，也好毕业了，人搁看袂起，连通知都无。迄吴美玲是毋是真侪工无转来啊？哦，我即摆哦嘛毋知伊到底是咧想啥物啦。哎，你看哦，像伊静静啊，咧电话边啊，等遮侪工啊，讲啥物？讲啥物？等电话就有钱通赚啦。等十几工啊，无半通啊。
哎，阿姨，敢会？真个是咱家救，啊，这个敢会规走去外口？哎呦，袂啦！迄查某人哦，上放袂落心的，就是伊头一个查甫人。阿姨哦，头两摆拢是因为阴暗做忌啊，伊想到伊这。阿芳啊，迄吴美玲的代志哦，你当然唔通乱讲哦，尤其哦是袂当对张妈妈讲哦。你若讲出来哦，阮是会站出来替吴美玲讲话哦。我哪是要讲的？实在有够搞一猜，我袂讲啊。你哦、喔，嘴要顺手甲你扯扯起来无？哦，这件也要你好好吃哈。对啊，你好好吃。今摆我起来，我已经拜托院长，我请伊一定要做恁两个人的证婚人。还有一年呢，即摆敢袂收早？袂啦，哪会先早？一定要给咱做证婚人哦，是咱的公园呢。迄无较早拜嘞，到时甲拜无起。哦。阿女士，敢有要掠人，还是当姐哈？阿等小亮吼，我再替你服务啦。阿爸，我是给妈妈送哦。啊，我不是妈妈送啊。阿芳啊，研究做了安怎？应该要结束啊吼。够需要一寡时间嘛？啊，即马够咧做调查，调查若结束，才会当开始写论文。好好好。阿母，嗯，姐姐，哎，姐姐，你看，你看。阿芳真体贴啦，啊！不过以后你家己的生活嘛也要照顾呢。哦。听讲去美国吼，连便所都爱家己撸哦。哎呦，我是来介绍的啦，若是有需要吼，我就替你打电话啦。免啦，你就好啦，我就是要你啦。不要紧啦，这就是北投酒家的文化，是讲学问见识嘛是爱有，安尼出去讲交陪才会大办。放手哦！哎、欸，赶紧啦！我是来方便的哦，喝酒哦，这个紧的啊！啊，赶紧坐啦！甲恁走嘛，放手啦！小弟哥，吴美玲，啊，哎、欸、阿芳，阿你嘛在家哦？哎、欸，阿杰哎，阿你嘛伫咧哦？啊，找到家，找到家哈！伊是谁啊？伊是阿芳的朋友啊。顶届阮有做伙看电影。阿芳的朋友，但遮上班咯。好啦，食饭啦哈，食饭，你食饭哈，你食。对了，这两天怎么没有看到那个欧米林啊？我够喜欢问你嘞，有没有看到那个习近平？没有啊。嗯，这两个家伙奇怪了。你看军龙啊，前几天呢、啊，还得把账都结清了，他送我一盒水果，这两天又看不见人影了。我做伙采些电吼，伊嘛不来收啊，结果一个工厂叫十秒来收收去。嗯，该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看吼，我还估计叫欧美人哦，紧退走爸爸出去啊。哎，迄规矩是七天呢，哎，七天拢无回来，规矩拢叫破坏了了。你别说了，什么规矩啊？你自己最会破坏规矩。那个女工啊，阿哈，偷东西。
你没告发？啊，不然呢？我好心讲吼，那个偷摕物件，那是公诉罪咧。对啊。警察一定要抓去的呢。你偷摕我都准拄煞，啊，搁偷摕到别人遐去。哎，我无紧甲讲话出去哦。到时人真正报警，一生都乌有去啊。哎，你了不起啊！原来是安尼哦。哎呦，嗯，啊，你敢莫变贵了呀？刚忙好大家骂你是好狗婆，无嘛袂减一块吧？我咧有，你应该早就知影阿英子结婚嘛，生过囝个代志对无？喂，哎呦，钱阿水是要去倒位啊？啊，今仔无加班哦。那是照你的规矩哦，无可能让我刷房间，也无可能让阿英子继续住。原来林静怡你就是这个意思啊？你现在才知道啊？学学张妈妈做人处事，啊，你的论文呢、啊，很快就写完了。论文？我的心思吼，有当先来讲一寡互听听的。张妈妈，我问你吼，阿英阿姊啊已经有结婚，起码过遐侪天无回来，万一伊是去做啥物无正经的代志，你敢会接受？无正经的代志，顾景宏。是已经替你拜托过啊，你哪会阁讲出来啦？你找他遐尼管有啥物路用啊？实在就无品的呢。哎呦，遐烦恼呀！安尼规宿舍拢莫变鬼啦！哎呦，惊死哦！啊，差一个险死哦！大家好，我是丁淑仪，今日咧非常欢喜来到这个现场，所以来为大家献唱这首《梨花泪》，谢谢。爱上你永远不后悔，除了你知心又有谁？阿红的你记得对。尽头的坎，哎，你们冲啥？来了来了，一旦就回来了啦。要不要叫我？哎，哦，来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你别客气啦，别客气啦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哎，来你。好好好。贵啊。你笑啥？我看。安怎啦？谢秀清喜欢看言情小说，非常小气。那叫鬼魂啊！哪呢啊？鬼啥？你下挂嘞？你下啥？下啥？丁淑丽，台南人，爱唱歌。感觉好像爱慕虚荣，哪呢？我哪呢啊？我哪爱慕虚荣啊？你看啊，伊拢像这样。我无兴趣。这个月水钱吼太贵啊！你吼莫安尼一天洗啊一摆，有听到无？你一天洗一摆就好啊。
嗯，我正想讲吼，这婚奈安怎点拢点袂倒啦，啊，原来是你来啊！你那边死掉？啊，这几天警察了足暗的啊，我先倒来避风头啦。做内江甲警察有啥物关系？哎呦，你叫是讲大家去餐厅拢甲你同款正常食饭的哦？卖厝赚袂着钱，会当做别行啊。安尼去做内脏，万一连伊家己都撩落去。啊，较闲我伫个纺织厂等遐个艰苦钱嘛，较闲我去做陶醉啦。嗯，讲完着你吼，我都无想要报答。你唔通让徐俊来好听闻骗去啊！什么咧？我让伊骗去？我是为着投资吼，唔是讲我提钱回开的啦。阿姨趁钱，敢唔提给你？你莫甲知影讲我啦！你家己吼，若是有啥物代志隐瞒吼，上好是两早讲出来。你是听到啥？听人讲吼，你伫遐创空啦，啊叫咱妈莫互我带啦，啊讲你是了袂啊啦，害阿霞去用赶出去啦。啊，佫有人讲吼，你是警总派来的啦。警总？嗯。啊，你是警方的相啊？啊，你坐伊咧弄啊？哇，你拢无讲。妈，你哪会来遮啊？你真正伫遮哦？你好好读书，是毋是安怎带来鹿港的宿舍咧？哈？宿舍？宿舍是啥？就是比大学生较悬的迄种。啊，无，伊找台遐尼悬，啊，甲教阮去做鹿港，去工厂，啊，是啥意思啊？啊，你为啥物要来呐？你是要去美国读书的人咧？是安怎想要做鹿港啊？哈？你就好听啊！啊，可怜，讲清楚。啊，记起来，当真。啊，这下做来，这下做不赢来再讲啊！来啦，请请，来这边，来请来请，来来请请，来回来啦，坐坐坐，来请。你物件看看嘞，到底要来等。早就知影，啊你。你是来遮创啥？你到底是啥？你搁无欠钱？奇怪。走去倒啦！我拢袂问你做啥啦？奇怪呢，你到底来遮要创啥？哎呀，应该无需要来遮做欠钱。无欠钱啦。是啊，伊是少数生，遐个遐怪种。嘿啊。你包先啊，点几袋？遐济哈？哎呦！啊，你嘛较笑面一下，啊有笑面才会得人听，有人缘。啊，我熬跳舞都赢，是要笑死。嗯，啊熬跳舞，敢比会过你这母嘞？这母嘞是你上大的本钱啊！啊，你来个捞落去吼，我一钱就知捞入去啦，知无？嗯，好。行，我找你阿姐。哎呦，丁先生啊，真好，是你上手去多来，新的啦，新的啦。别事别事别事，来我坐在那边。哎，我就玩的呢，啊你有偌济啊？哎，我一个月就剩这尔，你莫直直就教授饮酒。哎，你看，本来教授伊毋是爱饮酒，伊是爱跳舞呢。行，紧来啦，来紧。哎，你要跟倒一个啊？我是陪恁来，我无要家己跳落去。哎，无啊，你钱拢付完，哪无爱跳？
啊，万一等下教授若误会，讲你看袂起，安尼你的出国推荐信，你是要提予上司啊？哎，大家坐啦。嗯，无啦，我是陪人来，我无要跳啦。啊，恁这个大学生实在是有够奇怪呢。啊，一个去做女工，啊，一个来做舞厅。那是你。哎、欸，啊，我那是甲吼讲，我伫遮拄到你，啊，伊敢袂哭出来哈？无，你伫心爱甲伊讲，我来是因为。啊，你敢会晓跳？啊，拢来啊，来啊，来！来啦，我教你啦，无要紧啦，来啦，较紧啦。啊，来啦！死物件！臭卡你啦！啊，你是乞笑？啊，高高低啦！放下男朋友啦！哇，你歹势！哎呦！你来弄？哎！啊，那是你啦！歹势啦，歹势啦！哎呦！我知影做土水，牵狗的头家爱跳舞，想袂到你读册人的头家嘛爱跳舞，真无体统。是讲哦，查甫人拢同款啦，爱耍啦。你若有感情的哦，叫爱啦；无感情叫运动啦。插插是咧做啥？啊，你食醋，干唔免看身材。咋？看啥所在？啊，这是舞厅呢。啊，陪人去跳舞本来就是应该啊。无你即摆哪袂去拍伊咧？啊，拄则你甲伊喊我，我袂爽啊！啊，你到底是爱我比伊多一点？去啦！哎呦！没事吗？笑！哈哈！哎，太甜了！你我叫你上甜瓜，卡济吼！你等下，我要点这个啦！啊，来来来，美玲啦！要等等哦，等到手啦！哦，等到手你快点！别我跳！好好好。暗时哦，等我下班吼，咱两个做来去食。哦，来去来去啊！你今日通宵哦？时阵有查甫人唱一跳，你唔知遐跳？来咧，蹦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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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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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进来啦，进来啦，这么多人，你去，你去想。安怎啦？啊，大家，啊，搁是歹插伊啊。伊哦，想要插一个骗子啊！玩音啦，玩音啦吧！哎，最好都记录吧。啊，我听说你也要跳。
阮跳互恁看，来来来，是不是？来来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哎好啦，算你搞，算你搞。你不是讲去训练做国公会的车长小姐？啊，国公会的小姐嘛有真侪机会，使实习官员甲上顶人，都爱去舞厅跳舞，应酬，赚一寡一步啊。应酬？敢有可能？而且国公会的小姐不是拢爱高中毕业？你哦，唔知这个世界有啊哦。食薰就真害啊！即马阁啉酒，啊，遮嘛一个做通宵的，哪会无去讲伊啊？啊，我食薰啉酒是去害着你哦。你敢真正是做国公侯小姐？啊，我甲你讲啊，做内奖哦，好赚啊！哎，盖小姐我赚嘛抽六百呢，啊，母女吼搁较好赚。一节三十，一天二四节，都车里安尼，车里呢？哎呦，啊做人毋是着爱愈白愈悬，啊我即摆愈赚愈多，有啥毋对？你讲赚钱是为着要接囡仔转来住，赚钱我跳舞时间好。啊，我靠我家己的本领赚钱，有啥无好？哦，你是不是看袂起母女？我无安尼讲，我是讲去舞厅的人拢无正经啊。哦，啊，你是感觉做母女无正经哟？啊，你看袂起阮这款做母女的，啊，都敢都看会起做工啊？哈，莫假啊！你拢讲啊，足好听的。伫你的心肝内吼，阮这款人甲趁着查某差无偌济嘛，对无？无怪吼，大家拢袂瘾甲你讲话啦。我哪有啊？做工、跳舞，共款拢是食头路啊。共款。啊，共款吼，都无共师傅啊啦，无安尼话啦，你拄好来去舞厅上班，来去做研究啊，好不？好不？
一件事，我母害去啊！如果我母害去啊，你咋动？千挂，想要过。